欢迎来到 Soul Life Box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妮燕妮妮舞。那今天我跟我的乐手好朋友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自创曲。那首先我想要先介绍我的乐手朋友，旁边这位是吉他手吴东颖，然后这位是贝斯手欧毅，屁屁咬我。然后这位是电吉他手翁光伟小 B。那旁边这位是键盘手张少瑜，然后这位是木箱鼓手王毛恩。那最后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团的吉祥物，就是他，他叫吴皮皮。那如果大家对他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搜寻一下他的粉丝页，叫吴皮皮。那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的自创曲，叫《寂寞背包》。那这首歌是在去年冬天我在彰化车站写的，那时候是遇到我妈妈生了一场重病，那我在彰化照顾她，后来要准备回台北工作的时候，在一个寒冷的冬天，我记得是末班车吧，然后我就在等车的时候心情很矛盾很不舍的时候写下这首歌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。
行囊，多么想和你分享，多么希望不再让你失望，我也不再笑得勉强。为什么要怪？难道你就不坏？控制狂的悲哀，别再说你